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是世界顶级名流来访和演讲的场所。联合国前任秘书长安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等等无数各国政要都曾经在这里激情演讲。演讲的是马来西亚三星集团艾加贝优质生活有限公司全球总裁侯建仲先生为大家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我心目中的